有跟你通过电话。我最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、啊。跟韩国瑜通过电话吗？我个人没有，个人没有。因为他传说好像，如果你之后你推的人选是有科的话，他就会上来。会啊，我跟他交情还好了。我猜他现在也是忙着在处理人事。我发现当首长，当首长第一件事要先搞定人事。上周提到，他昨天在记者会上说有跟你通过电话，而且还说你们两个讨论说要让人进来。我最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，不过他也许我不晓得谁打给他。